Since 2014, the Young Artist Project has been successfully held for 6 sessions. More than 3,000 young artists registered and the number of works collected has reached 15,000. 21 exhibitions have been held in China and 7 exhibitions overseas. With 30 billion participating artists with more than 800 exhibited works, the Young Artist Project has been supported by the National Art Fund twice. In 2018, 3 exhibitions were held in Brazil, France, and Indonesia. In 2016, the Young Artist Project was included in the resource database of the Center of International Cultural Exchange of Ministry of Culture and Tourism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Overseas Chinese Cultural Exchange Centers projects. Many exhibitions were held at Overseas Chinese Cultural Centers. The Young Artist Projects and Excellent Works Touring Exhibitions were successively held in the Chinese Cultural Centers of Singapore, Paris, Malta, Sri Lanka, Thailand, Mauritius, and Stockholm. Meantime, touring exhibitions and exchanges were held in France, Netherlands, Vietnam, Brazil, and Indonesia. 青年艺术家呢，主要的呢是推动我们年轻一代的创造力。青年艺术家他比较敏感，他有激情，对这个新生事物或者对新的这种创作语言呀，这种科技手段呀，他们都比较敏感。所以说，这些青年艺术家在自己的艺术的这个创新方面，他们都做出了自己的一些思考。这个项目呢，我们除了关注传统文化的，对年轻人这样的一种放大，或者是年轻人如何思考我们的传统文化。然后形成了自己的这种文化结构，也有关注当代，进行这种新的思考和去创造自己的作品。我觉得这一点呢，我觉得非常的重要。这件作品呢是去年创作的一件作品，名字叫《存在的理性意义》。这些最新的作品是以一种几何形体进入画面，跟之前的作品有一些变化。这些几何形体是我对于我们生存的空间和世界的一个最新理解，在这个基础上呢，对它进行了抽象化的处理。它一方面呢是从西方的抽象绘画中的空间处理吸取的灵感，另一方面也是我对于现在我们所处的这个社会状态的一个深入思考的过程。青年艺术家的作品呢，它非常有活力，并且呢非常有多元的这样的一种想法，所以说每个艺术家都不一样。所以说在选择艺术家方面呢，尽可能选择这些艺术家有自己的思考的，或者是在创作上相对能够形成一种观念的，或者能够形成一种未来这样的一种发展的趋势的这样的艺术家。其实在选择艺术家方面还是非常的严格的。每一届这个展览呢都有一个学术委员会，其实学术委员会来评选这些艺术家的作品。学术委员会的这个成员呢，也就是国内的理论家，还有著名的艺术家，还有策展人来组成的这个团队。我觉得青年艺术家这个创作呢，他们可能更多的偏向于这个现代的一些手段了，比如利用高科技啊、影像啊、装置啊越来越多。从绘画上也有一个变化，就是过去可能绘画的方式呢可能跟传统离得比较近一些，现在呢我觉得他们可能通过传统里更能够体验出精神的，或者是能够真正的表现传统内涵的东西，这方面呢我觉得多了，并且能够做的相对来说就是成熟的艺术家思考的这个面也广了。从一个国家层面来说，推动青年艺术家的创作实际上就是推动未来，所以说国家非常的重视，我觉得来推动其实对青年艺术家的成长是带来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鼓励啊，也对他们的创作的这个未来，或者我们艺术创作的这个发展，都会带来一些积极的效应。我觉得青年艺术家这个项目呢，非常的有意义。第一个呢，它持续性的这个时间，据我所知是目前来说，坚持的比较久的。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在对艺术家的发现面也比较宽，涉及到很多领域，尤其是当代艺术这样的一个挖掘和推广，尤其是向全球、向国外、向更多的更宽阔的领域，
去推广这个中国的青年艺术家。我觉得这个项目在目前中国来说，是一个比较有典型性的这样的一个项目。六年来也挖掘发现了很多优秀的这样的青年艺术家。那么随着这个项目持续性的推进，那么这些艺术家的创作、艺术家的这个成长呢，也是跟着这个项目在推进。很希望这个项目能够我们的一个品牌，同时呢也能够成为一个更为持久，能够伴随着中国的这个当代艺术，尤其是当代艺术的青年这个单元持续的推广发展和建立，那么我们一起来建构中国当代艺术的文化形象。我的创作灵感来自敦煌壁画艺术。壁画是最早的中西方结合的艺术门类，而且几百年延续至今，影响之广。根据敦煌壁画考察的这次契机，创作了综合材料作品《寻源》系列。作品里有三层，第一层是古壁画龟裂肌理上画了古人、马车，代表过去。第二层是用钢筋水泥做肌理，画了现代城市，代表现代。第三层是一个金属浮雕，代表未来，过去、现在、未来在同一个壁画出现，共生共存，描绘现代壁画的前世今生。At present, most young Chinese artists graduated from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 large part of them have overseas study backgrounds. Their artistic creation concepts have been placed at an international level from the beginning, and they can treat the world art trends with an equal and intuitive perspective. This helps these young bloods to innovate and explore the core value of art during their study. This universal value is shared and commonly accepted among the world art history.Nowadays, we are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The communication and integration of contemporary art is indispensable, and the spiritual outlook of young Chinese artists is presented in a comprehensive and objective manner from where I stand. This may be the meaning of this exhibition. 在改革开放以来，就在过去的几十年当中啊，青年艺术一直都是中国艺术界最为活跃、最有生气，同时也是引领了中国艺术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么最近这几年呢，就是说我们能感觉到，就是中国的青年艺术，应该说，迎来了一个高速发展的一个阶段。这种高速发展的阶段的一个最重要的特征呢，就是涌现出了很多优秀的青年艺术家，涌现出很多好的，就是推动青年艺术的项目。而且这种项目呢，是从国家到各地的美术馆，再到一些就是非盈利性的艺术机构。我个人所理解的青年艺术呢，就是说它对这个社会现实、对今天的文化情况，对这种审美潮流，他们是非常敏感的。他们在语言和表达的媒介上，敢于去做一些新的尝试，敢于使用一些新的媒介，比如说互联网技术呀。包括我们今天说的一些高科技的手段，甚至是跨媒体的实验，所以我觉得他们在材料和语言上是敢于去创新的。青年艺术它在国际的这种交往当中呢，我个人觉得哈，它应该是最有生命力，就是最有可能性，更有那种，这种迅速的，形成这种交流的这么一种方式，因为他们的视角，他们对问题的敏感。以及对当下的这种生活的这种反应，因为今天是一个非常高速变革潮流化的一个社会，所以青年艺术家的话，他们那种先天的优势啊，包括他们知识结构，包括这种年龄，对这个新的事物的这种敏感，应该是在艺术创作当中，应该说是最有效，或者说是最快捷，或者是能把这种体验就是很充分的在艺术作品当中来体现。今天有这么好的技术，有这么好的便利的条件，中国的青年艺术家呢，应该就是尽量多元的去跟参与到国际的这种交流当中，参与到国际的一些艺术项目当中，既加深就是说西方的青年艺术家或者西方的青年艺术群体对中国当下的艺术和文化现状的了解，同时呢我们走出去以后也是
一个向国际的艺术家去学习，了解这种多元的文化背景，多元的艺术创作的这个背景当中，这种艺术生产的机制、方法和创作的一种视角，他们的一种多样性，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彼此的学习、彼此的融汇，在一个跨文化、跨媒介的背景下，尤其是在全球化的这种文化情境当中，可以找到很多很多，就是好的角度，实现这种相互的学习和交流。孩子们脑海里的风景，是我在德国留学期间就开始的艺术创作主题。研究生毕业以后，我回到了杭州，这一座我熟悉的城市。每次逛到西湖，我总是忍不住想起在柏林的学习和生活。我找到当时在柏林画的这些孩子们的素描肖像，当时就在想，要不要直接让孩子们的肖像跟杭州西湖的风景做一个有意思的思想上的碰撞。柏林的人物，杭州的风景，这两个题材结合在一起，终于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时空交错感。这也是我一直创作这个主题的中心思想。这系列作品是我那个素描系列，是那种显微镜下的生命微观的作品的一个其中的一个方向。这个我画的是那种就是在一个水滴里面在显微镜下呈现出来，然后那种不同的形状，然后不断的变化。我在画的过程中是希望它这个，我选这个圆的个图圆形的画框来画的时候，就希望它呈现出来一直是在动的、运动的。因为我觉得生命是始终在动的，包括我们人呐、然后什么之类的，因为人血液一直在流，我想到的那个包括水呀、和跟血呀、这种关系，还是跟生命的一种联系。现在呀、这个中国进入到了一个新时代，我们在对外文化交流过程当中，尤其需要反映新时代的精神面貌，我们的文化自信和我们新时代的更加活跃的这样的一些艺术创作。青年艺术家当然是我们的未来，是也是反映我们新时代现在正在发生的这些火热的建设和我们民族复兴的所有的这些文化现象的重要的力量。那这些力量呢，从以前的这个我们的文化交流，一般来说都是对于传统经典的作品更多的向海外输出，但是在今天这个新时代年轻艺术家的创新能力和对时代的这种反应时代的讴歌或者时代的这样的一种描绘应该更多的把它向我们全世界的不同的国家进行传播，因为它能让人看到我们一个古老的大国生机勃勃的这样的一种艺术生命生机勃勃的这样的一种发展的势头所以在这个过程呢，我觉得现在的青年艺术家应该充当主力军的作用。那么我也了解到，在我们中国的海外30多个文化中心也相继都举办过很多展览，其中包括了青年艺术家的展览。就他们其实各地的艺术界对中国的了解原来是基于传统，现在他看到了当代青年的这些艺术家的创作，他们深深地感到一种新鲜和充满了活力的这样的一种鼓舞。所以我觉得这种交流要加强，要更多的向海外推中国的年轻的当代的艺术家。我们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还是要基于我们的这个四个自信，特别是文化自信的角度去推中国的中华的这个美育精神，中国的这个美学精神，东方精神我们要有自己的一个精神样貌我们的艺术呢也要应该反映我们中国这个伟大时代的一种情怀，一种理想把这些东西要去感染这些世界各地的艺术家，尤其是我们的这些海外的，如果我们的主渠道是海外文化中心的话，它分布在全世界各个地方，包括一些欧美的发达国家也包括在这个非洲
这个拉丁美洲啊、亚洲的其他的一些不同的国家当中，文明的互鉴和交融啊，在这里面是起到了很重要的一个作用。那么年轻艺术家的这些作品呢，就要反映我们这个时代中国的变化，也要反映我们这个时代中国与全世界各种文化之间的交流对话。特别是我觉得哈，这个我们年轻艺术家在海外做展览的时候，不能一味的这个就是想着自我的创作，而是你到哪里去做展览，其实要有意识的考虑与那个国家的文化进行对话，与那个国家的艺术家和他的经典力作啊，他们那儿的经典作品形成一种对话，这样就能够深深的啊与当地的文化形成一种互鉴的关系，也就更能够影响到当地的民众和当地的这些知识分子艺术家们，更好的传播中国的当代文化。The participating artists of this exhibition are selected from the Art of Use Plus Young Artist Promotion Program. This Young Artist Project discovers new artists through selection and recommendation and promotes representative young artists in the contemporary art field. The project supports young artists from exhibitions, exchanges and promotions, academic supports and other feasible opportunities for their development.I would like to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send invitations to young artist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to join in our activities and have zero distance exchanges and interactions with young Chinese artists and art institutions. We warmly welcome all the friends and artists to China to study and create your famous works together. Through this exhibition, we hope that we can build a bridge for communication with local art lovers.Enhance our cultural exchanges and mutual learning and understanding between our civilizations. I'm looking forward to injecting new vitality into art with young artists. Come and feel the pulse of the times and let's embrace the emotional resonance of the spirit together.